其次他是诗问轩小姐，请预备。局长、长官，大家好。我们大家李明哈，大家好。我说嘞，我以前上次说那个交通的问题，但是这个局长他好像，我们都是小老百姓，好像没有很重要。我说路交通一定要好，以后才不会堵塞。但是局长直接就堵到，美国人家好像路宽不好，人家美国路都很大呢，都三十多公尺呢，但我们台湾呢只有8米6米而已。我们林口街，我希望你们明天去看林口街几米，也有4米6米8米，很多。我们住在那里大连里，实在生活那个交通很乱。为什么我们是小老百姓讲话都没有那么好，好像那么不足以很重这样。我想以后开发我们福德街84巷，希望路要拓宽，跟以前那个95年上一次那个原来的计划，路要拓宽15公尺，只有路不是包括人行道以前那个都发局都以前那个，是现在没有办法换一个人就换一个，真的是人家讲换一个人就换一个脑袋，就不一样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说周边的里面都希望交通一定好，不然你那容纳说，2000多百户，做的很多呢，你们都没有考的，你们是没有住在这里，你们都不知道。我希望林口街，38巷这中间这一条路，希望你们保留，已经开好超过半年而已。人家开这个，我们周边的里面早晚都在这里运动，都很好啊。你们现在规划，你看已经都没有啊，这样好吗？我们周边的里面都在讲，我们希望局长你要听我们的小老百姓的话，不要说我们老百姓这样，我们是住在这里很久很久很久，我们希望做信义413公里，希望保留这个角度，就也希望保留公里，就是派出所旁边的，就是信义13公里，希望保留。跟这个林口街38巷对向这个新的中间这条路，已经开好了，为什么开好还要弄掉呢？那我们住在这里走来走去都很好啊。我们走到那个大道路那边畜产买菜，一些欧巴桑都很方便。那大道路那边欧巴桑来过来林口街买这个那个畜产也是很方便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希望你们这些官员拜托拜托，这个路已经开好了，不要再浪费了。我们都里长也有讲，我是那大连里住在84巷，我是很清楚。我希望这个路保留。我们都的晚上都是居民都在运动，都很好啊，开这个路很好呢。你们不要说一说改，一说说开发整体这很漂亮这样。我希望不要这样，你要考虑我们周边的里民的生活。我是要求是这样，希望你们也不要说这个路，我希望议员帮忙，这个中间这条路不要弄掉，要保留。就晚上，议员你晚上你来看，早上晚上很多老人在运动呢，现在做的红砖很漂亮很好啊。对啊，本来是这条路是属于你，后来被人家弄到几里，只有4米7而已，给人家就砍一半掉。本来是计划是属于你以前啊，你们以前就看，不是我们说。我希望议员拜托拜托，我们都中间这一条林口街38巷对向这个，留走真的是很好，对我们周边的里面的生活品质很好，交通很方便。人归那边的市场很好，他们归在这边市场都是很好。谢谢。好，谢谢老板。